哦，好险！我是刚刚的河长的二宝，2012年10月17号，竹南站竹南站1:59所拍的是1006车，潮州发车叫海鲜浪记录的绿色二亚三分钟9.94圈开车，开往七堵的区间快车。七道的主干快车。还往七路914圈快车，在中南站停车。区间快车，准备关闭车门，然后那台停到放的是933，1064，我昨晚区间快。点整了，11月17号。在竹南站这里，拜拜。下一站新竹，下一站新地。下站再见，拜拜。10:01，10月17号，又加来。